下蹲收腿，塌腰摸腿起，摆胯同时右手绕头摸。冰原小姐姐，你从哪里来？你就像一朵青花。这种破损的坐垫只需一张自然皮革就修好了，掉皮的凳子也很常见，撕开背胶贴上就好，自行车座椅也不是问题，换上之后跟新的一样。很多人家里东西坏了就直接丢掉，或者都将就着用，像这种破损的坐垫只需一张自然皮革就修好了，掉皮的凳子也很常见，撕开背胶贴上就好，像这种方形的凳子自己裁剪贴上去就修好了，修好之后特别的好看，自行车座椅也不是问题，剪好大小贴上就好，防水耐磨，怎么刮也不会破，换上之后跟新的一样。老铁们，咱们家这个不管说你是电动车、摩托车、桌子、椅子、板凳、车内饰啊，都可以用，老铁们贴上去就和新的一样，用过咱们家这个就和新家具一样，老铁们一年省个好几百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，贴上去就和新的一样。咱们家这个颜色呢有几十种颜色，长度呢是半米和一米啊，然后宽度都是1米38，特别特别大，一整张的无折痕。需要的老铁呢点击左下角小黄车直接去拍，这个是自粘的，很方便。